迪丽热巴直播关美颜，一个小细节看出从小美到大。6月3号是迪丽热巴的生日，粉丝掰着手指头数，终于等到了7点的直播。直播的时候，热巴看到手机里的自己称，这里面我的眼睛是不是太大了点？怎么把美颜关掉？迪丽热巴粉丝，咦，我没听错吧？也是，自带美颜的暴击啊。迪丽热巴是粉丝们见过第一个嫌自己眼睛大直播关美颜的女明星了，果然有颜任性。在前几天，迪丽热巴出席一个代言活动，活动现场迪丽热巴身穿裸粉色长裙亮相，惊艳到到场工作人员和众多粉丝，身材妙曼，不失甜美，对于现场的粉丝和工作人员来说，可真是一饱眼福呀。童年时期的迪丽热巴看起来非常的俏皮可爱，虽然照片看起来有些模糊不清，但是依然不能掩饰她那双晶莹剔透的大眼睛，完全一副邻家大女孩的样子，相当的乖巧。长大以后到哪更是备受瞩目，高高的鼻梁，深邃的眼睛，再加上那浅浅的笑容，俏皮中又不失那份清纯，